是嘞，之前是我无处理好，互你受伤啊，请你阁给我一次机会，我保证，不管以后咱会拄到什么难关，我拢会挡在你的头前保护你，绝对，绝对袂互任何人欺负你啊！ 也毋过，你敢有想过啊？感情的代志，毋是两个人家己欢喜就好啊。你的身份、你的家庭、甲你的背景，一个人的路途是就已经注定好事业的运命。而且，亲像你这款人，你要选择另外一半的条件，绝对毋是亲像我这款平凡又搁失去记忆的查某囡仔配你会起的。 而且这几天，侬已经发生遐尼侪代志啊！敢讲你拢还袂清醒，还袂觉悟啊？我想清楚啊！我要紧只有你。昨下出车祸清楚了，我唯一想要看到的人，就只有你。因为我知影我袂当失去你，我嘛有甲阮妈讲清楚啊！ 我要爱的人只有你，最后你嘛答应啊！真实的哦，你嘛答应要和咱两个交往啊！你总算是承认咱两个人有咧交往啊！不管以后你有啥物愿望，啥物梦想？ 拢交予我来负责，因为你就是我的幸福。有你，我的人生才会圆满。哼，你是去倒位学这土味情话？不是，我讲的拢是真心话。 你接花的意思是，你愿意化作你的男朋友啊？你若搁要继续安尼戆大呆，无要把我的手牵起来，那你我要走啊！我的青春是有限的。静瑜，你放心，我袂阁让你失望啊！ 我一定会做一个好男朋友，尽量好好照顾你，一直到我甲你娶你妈，做我有信心的太太。弟吴静玉，也是你即卖的身份是罗太太，你的后代就是已经倒做个永兴集团太子爷罗家峰。 假使讲你真正甲伊有信心，想要甲伊做伙，你免顾虑我的想法，啊，伊若随时想到，别甲我解除咱两个人婚姻的关系，我会陪你去办案子，咱办离婚嘛去，我袂甲你一万八条的。其实咱两个之间还阁有足侪阻碍，嘛有足侪困难需要解决。 要唔过，我想要试看卖，甲你做伙拍拼，看是不是会当写一篇属于咱两个人的爱情篇章。要唔过，想讲好势哦，啥物人先反悔，啥物人就是小狗。你放心，这是绝对无可能发生的代志。 静玉，是嘞，我无完全对你坦白，我会赶紧甲廖萌这代志处理好，为着要救阮爸，我干那会当先答应阮妈的要求，你一定爱相信我对你的心。吴妈妈好，姐。
我这么临时跟你约时间，你肯定这么准时，不错。安怎？是有什么问题想要问？无。其实，好啊，莫讲话吞吞吐吐啦。其实你唔免问，看心内就已经真清楚了。今仔日，咱就直接讲重点，莫耽误大家时间。是。恰恰，三两年。抬头。田兄，锁小腹，看这边，看到边，嗯，坐下来。今天要你来是要跟你讲，我已经同意你跟我姓钱做伙啊，我会让你跟你的副驾做我的新妇。哈？无体统，坐好。哦。吴妈妈，我敢有听唔对？你拄则是讲你愿意支持我甲圣贤哥做伙，你会当接受我做你的新妇？嗯，同款的话，敢有需要讲第二遍？吴妈妈，我是惊我搁家己想家己对，我嘛就惊我误会你的意思，惹你生气。我敢会应该？问较详细，你问。我搁会记你迄天我去找你的时阵，你明明就对我足生气的。啊，我搁就是讲，我爱等到后世人重新投胎，才有可能甲圣贤哥做伙啊。哪会过无几天，你就形象改变，心意接受我？这其中是毋是有啥物我无发落着的？啊，是讲是武山集团拄着啥物财务危机，需要一个替死鬼。若无我真正想无，代志哪会有这么大的变化呢？原来你的问题这么多哦。不要紧啦，当作咱今仔日无见面就好。啊，吴妈妈，歹势歹势，我知影我唔对啊，我卖问我卖问就是啊。安尼唔则较差不多。王子啊，你唔那目色好，阁真捌代志，知影啥物时阵爱结点点，这哦，就是我选你做新妇上重要的原因。阁再讲哦，你生做遐尼啊水着，主播哦，这个行业哦，大家印象拢真好，以后若徛在阮姓谢的身躯边哦，袂互伊透气。我安尼讲，你了解无？不够了解哦，我甲话讲较白咧啊，应该有你知影代志，我自然拢会甲你讲。啊，若我无讲的代志，都爱目色好，结点点，爱知影简单。其实哦，第一阮母教，日子要过了平顺，真简单，只要肯听话就好啊。啊，若是目色歹，硬要出头。就会一遍一遍，予阮修理甲搁较严重。安尼听有清楚无？有，多谢吴妈妈予我机会，我一定会甲你的架势记牢牢，用尽全力做不改的媳妇，绝对袂予吴妈妈甲圣贤哥失望的。真好，刷落来就看你的表现啦吼。啊，不过要甲阮母甲联姻。是一件大代志，我未公布消息之前，你千万唔通死给放手。是，接下来应该要安怎做？我会听妈妈你的指示。吴妈妈这个人看起来就真歹溜了，我若是嫁入去，伊绝对会把我压落底。啊，不过只要会当甲武山集团结亲戚，变成布家的李小奶奶，我看后边还佫有谁敢对我歹下手？
这个四十几岁心里在想什么，看表情就知道了。不过你放心啦，只要你时间好，生孩子来叫我们回房，帮助我们信贤顺利接班，这段时间不管你要怎么回来，我都会尽量动作不快，有在你的。靖宇，是的，你要先花一些时间处理了孟子的问题，以后我一定会弥补你这段时间的委屈。正港的幸运女神就是我，有妈妈这么歹溜俩，这么古美的人，竟然会雄雄想到我的优点，要听我做伊的新妇。好啊，我想到这，我就感觉欢喜到想要飞起来啊！有妈妈只有跟我讲，袂用把这个消息讲出去。啊，不过伊无跟我讲，袂当去跟失败的落选者拍招呼啊。那会这么刚好我遇到你啊，嗨，廖孟子，那会这么没刚好这么衰遇到你啊，唉，不怪啊，大人都跟我们说七月时啊是看不到在外面白走的，因为半暝啊都有一些垃圾米啊在外面零落雪。其实我现在看到你，我感觉你很可怜的耶，不然自己失去记忆，连你的翁婿也为永兴集团的太子爷变成普通的老百姓。哦，我若换作是你哦，我嘛会参像你即马安尼多拼现实，上好啥物拢免想起来，安尼较袂伤心，较袂艰苦啦。无你是食饱想要要找我冤家？我毋是来甲你冤家的，我是想要找人分享一件我足欢喜，啊，毋过我袂用讲出嘴的代志。过过一阵嘛，我才甲大家讲我的好消息。哦，你是有心呐？啊，三个月来袂用人讲。你是想为倒位去啊？我连男朋友拢无，要哪有可能有心啦？啊，那无嘞？人一般来讲袂用讲的秘密就是款啊。好消息，要唔过我即摆袂用人讲，啊，过一阵才会当讲啊。你这样说，你也叫不到，到时候你知道我的好消息，你一定会对心肝啊。这廖孟子怎么这么阴魂不散，连在家也可以遇到他，应该不是跟靖宇呛说他准备要隔离来我们家的事吧。你说完吧，你如果说完没用做你啊，我怎么没那么无聊，你注意你什么八卦，再来。你跟我会记得到时阵，我就寄两百箱卫生纸给你，让你靠一个较有诶。靖宇，我拄只伫车上的时阵，刚刚看到你甲廖孟子伫开讲啊。想要跟他开讲，是伊足奇怪的，好不好？早下讲一挂莫名其妙的话，佮叫我以后讲伊是咧讲啥，像有够无聊的。好佳哉，廖孟子无写到秘密，那不我绝对袂放伊耍。你是咧想啥？哦，无啦，我是咧想讲，要安怎让这拖牙廖孟子离你较远的。卡便伊阁讲一寡话，无遐刺激咧。迄是唔免啦，非得照迄款激素，我哪无放伫眼内。你有啉袂好啊？嗯。那安尼啊，赶紧转去啊！啊，若无惊讲你真正拄着阮哥呢？